其实马铃薯头它在那个巴厘岛，它是一个氛围很好的一个海滩餐厅。然后我们就是从所有里面，我们的餐厅里面所有的建筑的譬如说我们的灯饰啦、家具啦，都从那边巴厘岛当地运回来的。所以我们顺道把马铃薯头这一个名字也把它带回来。海运加定做的话差不多花了3个半月。当然啦，从其他的行业然后到那个餐饮，我们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瓶颈在啦。啊，可是不错，就是我们里面的员工大家蛮团结的，哎啊，所以就一起努力到现在成立1年了，状况都还不错。其实广告我们常常是替客户打品牌啦，那餐饮业的客户我们也有很多。那最主要是我们在，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台商都在巴厘岛，哦，嘿啊，我嘛有我们里面的伙伴嘛，其实做餐厅啊。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啊，不大概来开矿买啊，我们原本的工作就在替人家打品牌，那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创意，然后跟我们就是有别于一般餐厅他们的一些气氛啊，还是说料理，然后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去试试看。其实我们是来的氛围是巴厘岛式啊，创新的，对。可是我们里面呢，巴厘岛它是一个众多国家融合的一个地方，哦，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我们里面要吃正统的日式，串烧也有啦，或者是说一些中式的料理、家常菜，我们都有，就是一样把一些台湾人比较能接受的料理带到我们的店里面来。对，台湾餐厅里面有一道经典马铃薯头，哦，这一道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它是一道沙拉，然后呢，它是我们的中餐日式跟西餐师傅结合去创作的一道菜，差不多有来的客人一定是必点的。现在，哦，我们讲真的，我们南部的经济都不是那么好，啊，其实我们是秉持着努力一定会有收获这样的想法去做。目前对我们来讲，哦，对啦，餐饮它是有比较辛苦啦，啊，可是我们转换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在餐饮每天来餐厅吃饭的人形形色色很多，我们也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各行各业都有。其实它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交朋友的好地方，那也是大家放松的一个好地方。仁爱一街100号，哦，100号啊，哦，仁爱一街100号，哎，等一下大店家呢，啊，因为我们来这可以稍微喝点小酒，然后放松一下，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还是坐捷运啊，坐计程车啊，可以放松，哦，嘿，啊，欢迎大家来品尝美食。那，哎，消费力吼，哦，咱南部虽然可能比外关区比较弱了一点呐，啊，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设立在高雄啊，因为毕竟这是咱家己的故乡嘛。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创作好的美食，然后跟我们高雄这边的朋友分享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高雄的老饕非常多，真的，哦，真的，我们其实我就刚刚说嘛，我们高雄老饕其实非常多，然后其实大家在吃的方面都有提升啦，啊，最主要是说现在的食安问题比较严重，对，嘿啊，所以你像以我们店来讲，我们对食材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早上4点多都会赶在第一班去买到最新鲜的食材。你想说我们里面有一道烤玉米笋，哦，啊，现在市面上因为玉米笋很多冷冻的，但是我希望说大家吃最新鲜的，所以我们都去买人家刚摘下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连这个玉米笋这么大众化的一道菜我们都很重视。其实我们还是你说在外面吃东西哦，其实我们还是会挑过啦，所以小孩的话我们就是他来我们餐厅吃绝对安心，嘿啊，你像我们很多的回客，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常常在假日就会带一家大小来吃饭，因为大家对我们的食材啦跟我们的烹调上面都很有信心，所以在我们马铃薯头不用担心食安的问题。可是就是其实你说他很累有一点啊，可是当你找到真的是新鲜的食材，然后你看到那个食材这么漂亮买回来的时候，然后在客人的脸上看到那个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值得啦。其实在加拿大住很多年齁，
然后最后还是回台湾，因为我觉得我们高雄就是比别的地方多了一味叫做人情味。哦，真的哦。嘿，咱高雄人都有感情诶，啊，所以我们希望说，还是等来咱家己的国家打拼，嘿，也比较熟悉啦。哦。对，啊，所以像说，近几年啊，说实在，因为我们都是每天忙于工作，然后有机会刚好去巴厘岛旅游了一次之后，我们很喜欢那边，因为现在人讲真正，每天就是看大海哦，啊，它的风景又美啊，又让你觉得很放松，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当在巴厘岛的这个情境，我们也把它搬回高雄。然后让我们高雄的朋友也可以稍微享受到那个巴厘岛的氛围啊，然后可以在每天忙碌的工作压力之下啊，然后就在高雄就可以找到一个巴厘岛的氛围的地方啊，可以做一个舒压。我刚才就说嘛哈，我们的伙伴里面也有来自于巴厘岛的台商哦啊，家里台商因就是在做这个一个黑尾鱼哦，所以我们嘿别偷了我，所以我们点有些南方的黑尾鱼啊，所以这个都是由我们的伙伴他们自己自己等于说自己捕捉去捕这个南方黑尾鱼，然后空运回来给我们，所以在我们家里当家的做顶级的南方黑尾鱼大腹肉，免找个当当呀。当对，我们找个单杠高雄的屋啊，哦，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些比较中式料理的部分，最近还推出一个新的避风塘软壳蟹，这个都非常在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都是排行榜第一名的料理。我是在下午五点半到这个半暝啊一点，当然啦，我们在未来嘛是有考虑讲吼，要再去拓展我们的店。可是以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还是会先把高雄这一家先做好，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食材的坚持啦，以及它的一些流程啊，因为在我们店真正是串烧的部分是慢工出细活啊，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现在还是有在带一些比较年轻的师傅，然后在我们那边一边学习，所以等于说二店的准备有，可是呢人员还是由我们一店这边下去培训，然后我们再带到二店去，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啦啊，坚持就是你说苦中苦，其实我们会在苦中找到那一个轻松的点，然后突破。啊，我们在高雄市仁爱一街100号。